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负重训练，大家准备。 你说凭什么就火狼女一个人受罚？等会儿训练结束以后，咱们俩去训练她吧，啊？等会儿怪白煞那个家伙。去训练，这个。白煞，果然有背景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哼，两个人打架，火狼女一个人受罚，你却在这儿像没事人一样，厉害。她受什么罚了？ 少跟我装蒜！哼，火狼女她怎么了？她要退出训练营了。啊？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。哎，王宇，火狼女她怎么了？ 现在你知道关心他了，我一直很关心他。那他打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他自己打到男生宿舍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听说你要退出啊？关你什么事？咱们俩又不是第一次 PK 了，你至于吗？没话跟你说，走开。白少，走啊。